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小鹿，现在是晚上9点钟，我要去干嘛呢？我要去拍我的 solo 的舞蹈板，想尽快的可以带他看一看。然后我为此还画了一个很 bling bling 的眼妆，还雕了蓝色的美瞳，但是头发一倒红了，什么都看不见了。没关系了，快听。Hello, it's me.出门前我好像不是这样子的，现在是凌晨2:30，我到家了。好了，我要洗洗睡了，明天接着练，fighting。